我才多谢你，我就感动你对我的心意。啊，不过讲真的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我敢那想着恁大姐安尼卡，对我阿哥阮大姐做出这样尔苦的代志，这个方法唔知要安怎解落去。是的啦，文姐啊，做过歹代志哦，真正是算都算袂清。 这我无话通讲啦，我袂要求你去原谅伊啦。不过我敢若希望，你唔通因为安尼，就放弃咱的感情好无？咱经过生离死别，真无简单，又搁重新做伙，所以我拜托你，千万唔通因为别人的唔对，又放弃一大只尔珍贵的感情好无？ 你烦恼的代志哦，我拢了解。你放心，遐压力互我来担，你就好好照顾你家己，专心做恁大姐，还佫有，互我留伫你的身躯边继续陪你，安尼好无？虽然讲咱还没结婚啊，但不过伫我的心目中。 你早都已经是我的太太啊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绝对要把你的手放开。你放心，我妈那边哦，我来出面。等你把所有代志拢处理好势，心情也准备好啊，咱再过来讨论以后的代志，好不好？ 你竟然来对待我！你唔通怪妈，是我报警的。查理，你哪能出卖我？姐啊，是嘞，是我对不起。卡斯讲我若想要靠他同步警方你的行踪，你就别安尼一错再错。你即马都告我配合检察官，不过想要躲走，卡边搁加一条罪名。好，不要紧，这条小我就跟你算。妈，你千万别安怎，你敢袂当安抚我，让我躲走？姐啊。 你家己犯的错误，大家己担，莫甲妈拖落水，赶紧投降，还阁投票，好不好？爱我投降，无遮尔简单啦。回来，不要放袂记，你即摆升温，阁是同七环，你若是拒捕，就是最佳一等，目睭可能要受伤哦。卡斯有必要，我马上就要开枪啊。妈，莫妮卡。 你先听检察官的话，好好配合，小林来一个，阿爷想办法叫你出来，哈、啊！把手举起来。